看看新闻网。昔日日本影视圈的玉女酒井法子在吸毒事发之后表示会好好改过，不再回演艺圈，但事实上她一直计划复出，因为离婚后酒井法子一人抚养儿子已经无法承受经济上的重压。尽管她之前所属的事务所一直在帮她联络，但是由于吸毒对形象损害巨大，她想复出做演员几乎已经不可能。据日本媒体报道，由于没有一家主流的制作单位愿意接受酒井法子，现在她已沦落到可能要接拍三级片养活自己的境地。因为如今只有三级片的制作方对酒井法子的复出感兴趣，并开出了2亿日元的报酬，但是酒井法子并未给出过正面的回应。